家嚟到係電腦通訊節啦！今日咧就係 PlayStation 第一次咧踩到嚟我哋灣仔嘅電腦節廣場呢度咧，咁亦都係有我哋嘅今日嘅二霸大舞台咧，有邀請到幾位嘅 PSN 嘅女神咧會同大家見面噶。咁啊，首先咧出嚟同大家見面咧就有 Dada， 咁啊二咧就係鐵拳街霸方面咧，一個 crossover 嘅遊戲，其中嘅造型咧就係 Poison 呢個造型咧就同大家見面噶。咁啊，留意一下咧就係佢嘅造型咧同遊戲裏邊咧都係有十分之相像。呢個 cosplayer 咧亦都係非常成功噶。喺呢段時間，俾大家影下相之外，亦都係接受下傳媒嘅訪問先嘅。咁啊，等大家擺啲 pose 俾大家係可以見一見。粉絲嗰度咧，我想問下，有噶啊呢位啊，冇啦。OK， 有一位你揾粉絲嘅，你叫咩名啊？阿樂啊，你有冇玩過 Street Fighter？ 冇噶，咁你坐低先。你叫咩名啊？想請問？你叫春麗啊？而家春麗，春麗小姐有冇玩過 Street Fighter 咁樣啊？細個，細個玩過嘅。OK， 你有冇信心贏佢咧？如果你贏咗，你就可以得到佢嘅親筆簽名海報噶咯喎。OK， 準備好未？咁咪開始揀人啦。咁啊，同另外兩位女神傾下偈先。好。Poison， Hello 啊 ，Jimmy， 頭先我見你咧，好勁喎玩啊。我唔係啊，我女揀男，換咗係男仔角色。點解？因為好似勁啲啊。其實唔係啊，通常我見啲女仔角色勁啲嘅，唔知。勁啲咯，感覺上。係啦，好屈機啊，所以先叫屈機。屈機即係，係屈機聽咩？屈機，屈機即係屈機。冇錯，因為我知叫咩？屈機即係，因為我太勁啦，你根本唔夠力。咁叫我咪屈你機咯。係係啊，你有冇學翻嚟嘅呢啲嘢？其實前嗰兩年會考考完。有嘅咩？有啊，個題目叫做潛水派屈機。係。唔記得，唔記得。咁啊，頭先見你啦，就有玩開咧一個 Street Fighter 嘅喎。咁啊，見你又識跟機啊，成嗰啲。咁你遊戲玩到大，哦，係打得龍嘅。跟住之後，我就用翻我嚟打咯。用翻。係啊，咁我發現我靈活啲，發現你靈活啲，聰明啲，同埋唱歌都幾好聽，係啊。今次咧，頭先我哋玩嗰只 game 咧，係叫做《Street Fighter 成鐵拳》噶，哇咁好聽，《Street Fighter 成鐵拳》其實咧講緊佢2012年先會推出嘅。頭先我哋玩過咧，只係試版嚟嘅喎。咁啊，大家如果現場觀眾咧有興趣咧，上嚟試玩呢只 game， 或者想同我哋 PSN 夏日女神 Ada Jimmy 或者你玩咧咁樣對戰嘅話咧，咁啊一陣間。嗌你舉手，你哋唔嗌舉手，叫你哋上嚟玩咯喎！贏咗的話咧，就會咧，即係贏咗我哋嘅女神啦。舉定咯，個人。好，我問。揀咯喎！準備，準備，準備。預備。一、二、三，舉手。等先，等你唔識答。嚇？中國啱唔啱？中國啱喎。好嘢。咁李允係咩國家嘅選手呢？O K， 中國人。哦，咁啊，春麗輸咗定贏咗咧？你自己講啦。輸咗啊！輸得難唔難睇咧？難睇，好好睇。好好睇啊！我哋覺得都好好睇啊！咁啊，你可以得到我哋女神親筆簽名嘅海報啊！麻煩你過嚟呢一邊啦，佢親筆簽名俾你。咁我而家準備下一位選手先，下一位選手不如到 Jenny 先啦，好冇？到我先。係啊。好啊。好啊。好，你準備一下先啦。好。好。係咪我可以自己揀人㗎？我啱啱見到有隻熊貓啊！啊唔係隻熊貓，嗰個係咩熊？熊人。好啦，大家可以影幅相啊嚇。呢一張海報咧就街冇得賣嘅，因為隻 game 都未推出喎，暫時咧只係作宣傳嘅用途。而我哋而家 PlayStation 3呢個 stage 上面玩緊呢個咧，就係試版。